刚才在看那个 Super Vince 啊，对 Super Vince，嗯，我也看了，你妈妈发给我看的，嗯，安全第一，对吧？嗯，哇，你很喜欢看那个，对吧？哎呀，很好看，嗯。你喜欢青蛙吗？青蛙，就里面的一个人吗？青蛙，你喜欢青蛙不喜欢？嗯，喜欢喜欢，为什么？好好吃，好吃。我以前我就喜欢青蛙。以前现在呢？不也吃？哦，我也没吃。吃。嗯，哇，这个，哎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，亮，哦，一个灯，你新买的灯吗？这是我以前的灯。哦，以前的灯好亮，好亮，呵呵，嗯，它可以把它调什么？调暗一点吗？可以调亮，调，你最怕的是全部是蛇吗？对呀。你最怕的不是蜘蛛吗？是啊，我不怕蛇。你不怕蛇吗？你怕不怕蛇？我不怕蛇，that cute。啊，它 cute 吗？它会咬人呢，它会咬，它会咬，bit，我喜欢哎呀，别的啥啥不可以咬。哦，那种蛇不咬人的，对吧？嗯，呵呵，他会这样，这样，然后突然一咬你一口，呵呵，给我，哦，你唱歌，一个东西吧，学跳舞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他会有一个叫笛子，他会吹，然后那个蛇就听话，对吧？哦，耶，他会跳哇。舞。啊，他会跳舞啊！你知道好多，呵呵呵，好厉害！哎，我买了一个，我下个星期 next week 我会给你看一个我买的 guitar 啊，不 ukulele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就是那个吉他弹的，play the guitar，嗯，我买了一个小小的。我下个星期 next week 我给你一看，个羊这样的小吗？不是，应该有这么大，小小的，对对对，下次 next week 下个星期星期一，Monday 星期一，我吉们，他。脚有翅膀，四个翅膀，四个脚，什么东还西？四个头，你看吗？啊、哦，那是怪物了，对吧？你这个你看看有。那个怪物，那个太可怕了，四个头，哎呀，我们数字。四个头，哎，你今我天，以为最大的怪物是什么呢？是那个 octopus，octopus，Octopus，我不知道哎，我没有见过。那个动物有很多的手，是哦，跟章鱼一样，对吧？吧？章鱼的话，我们是很小的，但是可能海里面有很大很大一点吗？的，在大海里面可能有一个房子那么大，怪物了。大章鱼，呵呵，好，哎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哈。banana 是什么？上下。香蕉。panda 呢？你觉得 dangerous？刚才是什么猫？对，熊猫。是哪？功夫熊猫，你知道吗？功夫熊猫。能。空还有那腹。个猴子，还有猴子，孙悟还空。有啥？你怕啥？对对对，你看过哈。呵呵flute 这个词语，
下个星蕉、期，哎，下啊，水果，水果，下个星期一，next Monday，我们一起。下个星期一，你把你的吉他拿过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有一个吉他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上次给我看了，你有一个 guitar。Next week 我也有一个，我们一起拿来 play guitar，好吧？next week 你嘛，我下个星期有，我今天去买。我今天去买，然后下个星期一我就有了。下个星期一你记得把你的吉他带过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告诉你，你最怕的是全部是啥吗？怕我想真的想什么想你都怕了。对呀，我什么蛇都怕，那个不咬人的蛇我也怕。我看到它的样子，就是它这样，我就怕。它会把你的把你给卷起来，它会把你抱起来，然后不让你动。大的蛇。我要用那个 float 出锅水锅，马上让我出我再看一下哈，哎，你这个 beautiful 是读什么呀？漂亮吗？漂亮。你这个星期有没有画画？有它没？是在左面。在左边。不是，在右边，这里的右边。对，右边，那个是右边，你的右边。哪个是左手？哪个是左手？那个是左手吗？不对，那个不对，那个不是左手。The right hand 是这个，right side 是这个。你的手很大，头也大。牙也很大。什么大？脚也很大，是吧？哎呀，臭不臭？你知道臭吗？臭，还有那个冰激，这个不错。不臭吗？这个很因为香。这个是，那个东西没看见你是吗？这个东西我也有。那个很香的东西我也有，给你看一下。哎，这是我新买的，这个，看一下这个香水，哈哈，什么对，香水？它是花的香水还是什么？花的那个花的香为水，什么它有两个 chopsticks 呢？这个它就会出来，很香的东西就会出来，很香，闻一下，呵呵呵。很香的，把它放上去哈。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。你那个是插在手上的对吧？手上的，我这个是放在这上面的。然后整个房间 room 就会很香，你有新的东西吗？这个星期？你是猴子，我是熊猫，我是熊猫。你这个星期有新的东西给我看吗？有新买的东西吗？不在你的房间吗？不在你的房间。你在下面也有好多东西吗？Downstairs，下楼梯。对，下楼梯，downstairs。好，下楼梯，哇，你好棒，下楼梯。to see a doctor 怎么说？
要成 To see a doctor，看医生，对吧？谢谢医生吗？啊，谢谢医生也可以，看医生。哎，你喜欢那个 ice cream 吗？冰激凌啊，冰淇淋或者什么，喜欢吗？你以为什么怪物是最老的怪物？最最最老的怪物？最老，对吗？我以为是那个特种怪物，不是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tattoo 啊，对对对。你为你什认么为，你要要说认骂我为，I think 是认为哈，哈哈，因认为。为唱，因为唱的很好老。对，它可以活很久，可能100年，对吧？120年，120年，可能1000年，千年，thousand year，千年乌龟，哼，哦，tattoo 二十是乌天，龟，tattoo 是乌龟哈，乌龟，你看过最大的乌龟是多大？多大？比我的家还大，因你为那？它是外物。怪物是吧？那个不是真的。你只看过最大的真的乌龟多大？我都没看过，啊，没。我的木龟很小，是啊，还没大。我看过，我看过很大的，我看过这么大对。这样的，啊，对对对，我真看过。还是这样的，对。这样大是小乌龟是啦，这样的，小乌龟啦，它会咬人的，它会咬人的，它一咬它就不放你的，就一直咬着你，一直咬着你，呵呵呵还，dangerous，不如。对，很危险的，dangerous，Oh, now let's go. 对呀，它不放。他咬了苹果，他都咬了苹果吗？他没有放苹果。他不喜欢，他是喜欢咬小孩子，他不喜欢水果。还喜欢肉，啊，对对对，还喜欢肉，尤其喜欢 Dustin 的动物肉，的肉，它是 Dustin 的肉，crab。喜欢吃。好，我再看一下哈。冰淇淋你吃过？你喜欢吗？这个，这个，对呀，这个是 lobster crab，我觉得在越南很热，你们应该很喜欢吃冰淇淋，对吧？对呀，酷，谁是最最最最小的怪物？最小的是吧？是蚂蚁吗？是比吗？Alien 还小，比 Ant 还小，比比 Ant 这还个。小的是什么？看一下哈，比蚂蚁还小的是我以为那个是那个蝈蝈呢。什么？那是 vivo，我以为是那个 Vivo，vivo，它是最小的最了小的吗？，vivo 是最小的，最小对，的怪物是什有么？比蚂蚁更小的，好，蚂蚁是什么？蚂蚁不就是 ant 吗？你刚才说的，蚂蚁怪物吗？对，蚂蚁怪物也很大，对吧？你看过吗？蚂蚁怪物，蚂蚁怪物用一个 house 比那个 house 还要对，大。比房子还要大，它有那个牙齿的，很大，咔咔咔咔，太阳镜，对对像一个爸爸呀。对，它吃东西还很快，它用它的很多的手，
啊，他的手一把你一擦，呵啊，呵，把挑起来，然后放到嘴里。一起他吃，嗯，还有花，他都被吃完了。嗯，嗯，对呀，啊，他也喜欢吃肉，嗯。你觉得他的老公是啥吗？嗯，对呀，你最怕的是蜘蛛吗？呵呵呵，我不怕 grab，因为我吃了它含了 delicious。哦，你还吃它？Delicious，It's not joking。好，我们来做个题目，先做一下题目，这个你昨天买了什么？A、B、C、D，你选哪一个？苹果。啊，对，呵呵，bingo，苹果，好，苹果。你哥哥起床了吗？起了。起了或没起床，对吧？你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吃了，对，你吃苹果了吧？你吃了几个香蕉？0个，零个，你今天你我今，吃了300个，三四百个，哎，你今天吃了什么水果没有？我还没吃水果。哦，还没有吃水果。你的早餐吃什么啦？Breakfast。我的早餐吃，早餐吃了面包，啊，面包，面包，呵呵，面包。再看一下第你有十，这个是什么吗？哪个？我问你这个是什么？哪个？哦，这个是吗？这个是蛇吗？爱花你。啊？Elephant，哦，elephant，我不知道，不像，不像，你还可以扮演什么动物？我们一人一来，一啊、呃，每个人来表演一下。要像，不然我不知道。我先表演一个，好不好？我先表演一个。我先表演一个。这个，喔喔喔喔喔喔喔。那你个狗，然后到你了，到你了，你表演。我表演个，你再表演一下。这个是什么蛇吗？好吧，好我吧，怎是么说蛇的声音？蛇的声音啊，对对对，那个蛇的声音，我的话。它吐那个舌头，对吧？吐那个舌头的时呲呲，这样呲呲呲。那 到我表演了，对吗？喵喵，小猫，对，小猫，到你了，到你了，这什么？告告小鸟，诉小鸟吗？不像，呵呵，到我了对吧？到我了，我来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什么呢？表演那个，小女人吗？表演一下那个，这个，这个是吗？我还有动表演一个，哦，这个是吗？这个我知道，狼对吧？狼，对呀，哦，因为狼我懂嘛。对，狼人对吧？狼人，狼人对我，因为我看到放牧的这样种放牧狼人。那到我了对吧？到我了，我表演什么呢？乖乖乖乖乖。
你说什么？那个不像吗？不像那个 duck 吗？对对对，鸭子对吧？鸭子。到你了。做什么对，动物？你看再做一下什么动物？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鲨鱼吗？啊？Alligator，Alligator，哦，鳄鱼对吧？Alligator，鳄鱼啊，对，那是河牙马齿对吗？吧？牙齿，OK，那我再变什么呢？哦，这个，哎，呱呱呱呱呱，这个，我怎么样？哎，猴子，对对对，猴子，我很严重。到你了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但老虎吗？是，老虎，tiger 啊，老虎。那我再扮演什么呢？啊，咩咩咩我懂你说咩，咩什么。，sheep 不像吗？咩咩咩，对吧？羊，对羊，咩咩。到你了，打到你了。哎，啊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，猴子我已经演了呀，猴子我演了，你懂这个词？没有了，哦，僵尸吗？不是，不是是动物，你以为是？吗？哦，家，不是动物吗？那个是，那是霸王哦，dinosaur 霸王龙，龙。对啊。小霸王龙对吧？你演一个，好，我们不玩了，好，这个字啊，painful，这个，疼。啊，我的牙齿疼，对吗？疼，哇哦，哎，你是几点吃饭的呀？你们那里？几点吃饭？你们？我现在有点饿了，hungry。你几点吃饭呢？今天？你们？我。七七点，点吃饭，7点吗？这么早？这么早吃饭，7点吃饭因为8点我要学了。了。8点要上课，对吧？上什么课？上什么课？的有两课，音乐课吗？是吗？音乐课？我小朋友，啊？脚疼，好。你没什么了。我脚疼。对，我是一，你是二，好吧？明明起床，妈妈，我今天不用钱上了，一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，可以吗？OK，那可以吗？你怎么了？What's wrong？脚疼，对，脚疼，腿疼，脑袋疼，肚子疼。僵尸不可以变疼，怎么不可以？僵尸不可以变疼，僵尸，因为僵尸也变疼了，僵尸是死人。对，咋 不可以是吧？疼了就是死人了。好，再看一下，我是一号。哎，我们去看医生吧。在这里。妈妈，我不要钱，我要钱上。对，我不去医院，医院 hospital，医院，我去学校。
去学校，你的脚不疼了吗？不疼了。不疼了，他就是不想去学校，是吧 ？Excuse，好。他要去医院，对，他不想去医院。他没有，他医脚生不给我疼。了，别生气。再看一他下。是吃什么？哪他里？是吃这什个吗？么？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对，他吃面包吗？可以啊。他什么可以拿？我哦，他拿呀，那个不这是，呀。他吃完了，他吃完了，他吃完了。那个是 paper 吗？对对对，是 paper 这个，哎，这个东西，嘿嘿。paper，他吃完了，擦一下。对，paper 啊。那是啥？哪个？我这个是蛇，你吓我对吧？你以为我怕蛇对吧？对，那个是小蛇。好。那个啥，长的啥？对，你见过的最大的蛇多大？真的，我说真的。因为最大的蛇可以碰一个人，不用去。你真的见过吗？我只见过在电视。哦，在电视上见过，对吧？真的呢？家里呢？在动物园呢？你见过吗？最大的？没有，动物园没有蛇。没有蛇嘛，我见过，我去动物园看过，这么大，它的身体这么大。太小了吗？这个是真的耶，不是电视里的耶。这样大吗？不过这个大的蛇，它不长，它短短的，不长。你吃过蛇吗？那样短吗？你吃过蛇吗？你没有吃过。没吃过，那我的妈妈吃过。你妈妈吃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的妈妈告诉 我了，告诉你。你的奶奶告诉你的奶奶吃蛇了吗？他们吃蛇，我怕，我不敢吃，我看着他们吃。我觉得吃了蛇，它会在你的肚子里面重新活了。那什么火？你用火了，没有动物可以变少了。没有东西可以变慢，因为火了。我怕嘛，怕我怕它变活了，我不怕，在肚子里不怕。我不怕。你这么勇敢，这么不怕吗？好，来看一下这个。蝴蝶，我看到蝴蝶飞蝴到了草啊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蜜蜂你知道，蝴蝶你知道，这个呢？Ant 是，哎，你不知道对吧？我写一下是西南马，哈。蚂蚁，这个蚂蚂蚁，蚁，那是对。马吗？还是？哎，对，它那个蚂蚁的蚂呢，是一个虫子。然后再加一个马字，对马，虫还有马，对，你就这变个成，是虫马。对对对，呵呵，好聪明，对，因为它也是像马一样的嘛，像马一样，然后脚，然后这样蚂蚁，它跟马一样，对它，哎，蚂蚁有尾巴吗？蚂蚁好像没有尾巴哈，是蚂蚁有个病啊！吧？来，我们来你有读一个下，最你，大我，的动物，我，你这是啥吗？嗯，最我，大的动物，你以为是什么？最大的不是动蛇，物，因为蛇你太怕了。最大的动物，我觉得是海里面的。海里面的，
里面的什么？是那个 octopus 吗？是那个很大很大的鱼，金鱼，金鱼，金鱼，很大的鱼。它有一个房子那么大。让我看到那个三头鲨鱼了。三头鲨鱼它很凶很厉害，但不大，不够大。对，那是真的，它是真的，真的，它不是假的，它是真的。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？你妈妈告诉你我看到一个电视，有一的。个三头鲨鱼。那个是假的，那个是电影。对呀，那个是电影，真的三头鲨鱼，它会把你给吃了的，因为你们越南的话又在海边嘛，是吧？哎呦，海边是很好操，因为没有人洗海边。你们离海边很远吗？你家里？哦，很远，那不怕鲨鱼。不会下雨，因为对，我还用这个吓着谁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，你们好，这里，你是谁？我们不认识你呀。对，不认识你，这个呢？蜜蜂呢？蜜蜂说吗？对，蜜蜂说，我应该是不，小蝴蝶说，高峰中山吃草，不要了。对，现在是小蝴蝶啦，呵呵，以前是毛毛虫，虫子，是这个，对，它原来的话是叫虫，马虫。毛毛虫，毛毛因为虫。它有很多的毛，对，它那个这个很啊，对你怕这个吗？不怕。不怕吗？它有毛诶，它有很多这种毛，很难看，毒吗？不是很毒，我怕，因为它很有毒，对，有毒，毒对，下很有毒。对它是在你手上的话，它会痒，这样的，它会痒，因为没有人不可以 touch them。对，不可以去碰它，touch 碰，那你又看到什你么最啦？怕的是什么？不怕了，你天天跟我说我不怕你有一下想，没有分。我现在最怕的是这个了，这个跟蛇差不多，再看一下哈，小孩子跟谁什么都有呗呢？这个你会飞吗？你会飞吗？我样样漂亮了，对，你比以前漂还亮是，more beautiful。在飞，还是在飞？为什么那个动物以为它不可以飞，然后它在对，他太笨了，对吧？它下飞。你不是你飞啊、哦？这个他说你会飞了，你会飞了，对，好，以前我们是好朋友，现在还是好朋友，没错，他牵着手，对吧？他们就四个手，哎，是三吗？次，哦，对，他四个手。对，那个 S 有6个手，对，不是，这个是脚，那这个是脚，这他动们物没有脚。都没有脚吗？全部都是6个吗？六，真的是，全部都是六个，对，很有意思哈，
他们那长，我没有意思。这个是还有哦，糖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 wings 是什么呀？Super wings，这个叫做这个 wings，这个是翅膀，你先盖翅膀。对对对，翅膀，翅膀膀。哎，你用鸡毛呢？鸡毛，Gemma 是什么？鸡毛是一个王死了，他变成 evil，他哦旁边是个，evil，鸡毛。变成坏人了，对吧？好，再看一下啊。你最怕是什么？我最怕是那蛇个毛毛虫，是不不是？是毛毛虫。毛毛虫，因为它有毛。对，很有，它你会怕狼吗？狼也有毛。狼那个毛它是，它没有毒的。那个毛毛虫的毛的话呢，它会让你那你怕狼人吗？狼人，怕吃你，你又变成一个狼人。哦，是吗？会这样吗？它会变成他狼就人，是要变成一个狼人，它像那个。coronavirus 一样，对吧？像，因为他有一个三米五变成对，还有那个吸血鬼，你知道吗？吸血鬼，它会吃你，一些。然后你就变成吸血鬼了。吸血鬼是什么？跟那个僵你想我尸，是 vampire 吗？你 zombie 还是什么怪物？僵尸也是一样，对吧？僵尸。僵尸，如果你吸血鬼吃，吸血鬼跟僵尸差不多，还要什么？跟吸僵血尸差不多，他一咬你，你也变成僵尸了，对吧？对吧？你知道吗？鬼。我有吸血鬼是什么？还没有哦，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吸血他会喝你的血，喝你血的怪物，等一下那个没有意思了。啊，没有意思。那哦，个这个，还有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因为只有那个外卖药可以喝，就不对怕。，vampire，对对对对对，vampire，vampire，你看过那个电影对吧？对，vampire，吸血鬼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吸血鬼。你知道的真多，呵呵呵呵，你懂那个 witch 叫什么吗？witch，witch witch，叫 witch，witch，那个是什么呢？还有 witch，witch，witch 也是怪物吗？不是 watch，因为 watch 没有意思。再看一下哈，这个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题目来做一下火龙吸血鬼怕什么了？他怕光。他怕光，对对对，他不怕光，吸血鬼不怕光，他怕光吗？他怕，谁用光他就变搅屎，是因吗？为他去。吸血鬼怕光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因为他去那个，因为没有阳光，他可以走路。他喜欢在黑的地方，对吧？对啊，他是在黑的 castle，所以他怕光。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一般是晚上出来，对吧？对啊，晚上还有，那时候你睡觉了，还有什么？他就来吸血了，对吧？他就来吃你了，对吧？
然后你，对，哎，有些吸血鬼是好的，对吧？不是 Evie，对。有些是好的。你希望成为吸血鬼吗？变得很厉害。他也是一咬你，你就变成吸血鬼了，变得很厉害了。你可以爬树，爬到很高的地方，对吧？你勇气可以滚开，别人想什么动物啊？你说我最希望变成什么动物，对吗？no，我说吸血鬼，你勇气可以变成什么的动物吗？吸血鬼变成什么动物？它就是吸血鬼啊，不可以变的。它又不是孙悟空，它不可以变的。它可以变成一个动物。什么动物bat，？Bat，可以吗？它可以变成可 Bat。以，我有一个，你跟我看的就不是一它，样。我看的吸血鬼不可以变的。以变成一个这样的吧。哦，蝙蝠它会飞，对吧？哦，是吗？哦，有一些吸血鬼可以变，对吧？有一些吸血鬼它有翅膀，对吧？还有一些可以让动悟空的变，什么动物都可以变，像蛇、蟒、鲤鱼，什么动物它都可以变。这个好，再看一下哈。吸血鬼。这个我们来 role play 一下啊。我说妈妈几点啦？开始105了，对，3:05。105。好，再看一下啊。我可以去那玩10分钟吗？可以。那这个你来读，这个你来读一下。那个吧，我和爸妈用背脊一样了，我吃饭前吃饭约饭前都用烟油。了，我压个提高了，煮饭吃的苹果，什么蔬果一样漂亮了。你是看拼音的对吗？你读拼音的，你很少看拼音对吧？声音是什么？拼音是这个叫拼音呢，这个，漂亮，你这个叫拼音，这个是汉字，character，你读拼音读的很少，肯定，好，哎，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？是很香的，洗手的吗？还是香水？洗手。洗手的？哦，我知道啦，它是消毒的，对吧？像那个 vivo，对，Viva 的，哎，消毒的，哎，你还有这个东西，它只能滴一滴水出来吗？一次。是对吧？呀。应该是那种，它应该是酒，对吧？就是酒，它那个，酒精叫酒精，差不多应该是，消毒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，我的星期天啊，
My Sunday，我的星期，对，我星期天，好，再看一下，用精灵是什么吗？啊，冰淇淋，精灵。哦，精灵啊，你知道精灵，呵呵，精灵，精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那不好吧？精灵应该有的精灵是好的，有些精灵是坏的，对吧？那个英文是 fairy，你是在哪？fairy 在我身边。精灵晚上的，晚上出来的精灵英文什么都可以出啊。不可以，它只有晚上才可以出来，它怕光，它跟吸血鬼，vampire 一样，吸血鬼一样。他怕光，有一些是火的，有一些是火的。什么？有一些 fairy 是火的，是火的能量。是火的能量，所以可以白天出来，对吧？哦，那你知道太多了，哈哈哈哈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，你读一下这个，一二三，我和爸爸用碰上了电视。哇，我懂那个 vampire，又用他的爸爸去买珠宝。你还记得？你是什么时候看的？Vampire，什么时候看的？1年前吗？昨天，昨天就看了，呵呵。你昨天不昨是在看天那个公司的 Super Wings 吗？restaurant，现在那家公司的 restaurant。再看一下这个。中午我睡了1个小时，哎，中午你睡觉吗？中午的时候。当然有。哦，当然睡觉，因为你起床很早，对吧？也是你吃完饭以后，吃完午饭你会睡觉，对吧？你睡多久呢？1个小时吗？对，你睡多久？你中午的时候？你吃中午。饭。你吃完饭睡觉睡多久啊？How long？How long do you sleep？At noon？快乐你在哪里看到快乐啊？这个，圣诞老人那个是，请唱来圣啦！诞老人送礼大物来朋了，友，你不要哭，我们来一起哈哈来唱。圣诞老人，请唱来圣诞老人，你不要，下个星期一哈，星期一，next week，next Monday，你把你的吉他拿到楼上，拿到你的房间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好不好？那我还没学用我那个唱啊，那个吉他没学，我不要紧以呢。前用我的 piano，Piano 也可以呀，我们一起。我只用 piano，我怎么个唱？你 Piano，你的 Piano 是在你房间吗？还是在下面？太难了。还在上面，哎呀，很老大，我不可以再下去。很大，对，钢琴。你妈妈会弹钢琴吗？还是你会弹？不会，不会，只有我。只有你会啊！你才6岁，你妈妈太厉害了。我的妈妈不懂糖。这个，你读一下。嘿，上午，我看一个小时电视。对，这个你看过？这个在
这我懂。啊，你懂？你看过吗？我看过了。对，这个是狼和羊，对吧？对啊。嗯，狼，这个叫做灰太狼，对吧？对啊。灰太狼和喜羊羊，对不对？我也看过，你是什么时候看的呀？嗯，月亮，哦，很久以前看的，对吧？哦，嗯，很久很久以前看的，2 years before，2年前，哦，很久了，你才4岁，对吧？嗯，你才4岁就看了，你用了多少啦？还有多少？好像没了，还有很多。哦，那还有很多，它倒不出来，对吧？只能每次读一你点要点。看，你要 squeeze，你不能用太多，你的手坏了。我的手坏了。对，那你的手坏了，你用太多的话，好，晚上啊，我看半个小时书啊，看书啊，reading，是，哦哟，这个很看我帅，的眼睛，啊，这个很帅，你看得到我吗？看得到，嘿嘿，啊，黑的对吧？我看的是黑的，你这个是南，是很大太阳的时候戴的，对吧？你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的？我戴上。太阳大山，因为我是半太阳。很厉害的人，对吧？是 Super Wings，超级飞人。超级飞侠，飞侠哦，飞侠，超级飞超级侠。飞侠没有意思。哦，没有意思，不好看吗？哦，那是什么？我攻击那个，哦，知道了。超级飞侠没有意思吗？这个Zero，天吧Zero。，Zero 是什么？零啊零啊，对，零，Zero，，zero，对，你看见 movie 什么是最小的东西？最小的吧。最小的怪物啊，是吗？最小的怪物，你要是怪物的话，最小的怪哦，你看过没有？那个木头做的木头人。小小的，很可爱的。木头人是什么？看一哦，下。你看过那个海绵宝宝吗？诺基亚。就是这样呢，他没有意思。没有意你思说给我看吗？你想要一个丑鸡？那个丑鸡。海绵宝宝没有意思啊，你看过好多他们没有意思。你画了一个很好丑的鸡。对，你看过好多的 animation，看过好多，好，我们来 review 一下。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 TV，卫生但是对，电视，这个呢？Pencil，笔，铅笔，对吧？铅笔，这个是上学包吗？上学包，不对，这是什么？学生包，不是学生包，学不是，不是，生包，学校包，这个，包，书包。放书的，把书放在里面。还有放书，还有放什么？
都可以放。放什么都可以是吗？这个呢，loom，loom，房间对吧？房间，房间。你有去喊到头鸡吗？那个木头人还是什么？木头人，在一个 scientific movie 里面的，我忘了，没看到。没看过哈。好，这个 doctor 是什么？医生。对，医生。然后这个，make a call。你的电话。打电话，对对对。这个呢，chair。是椅。哎，对对对，椅子，椅子，好，再看一下哈。哦，这个是做题目的，我们试一下。我吃两个大苹果，这个 A B C D E，你选哪一个？看你会不会。我吃了两个苹果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哥哥，我高很多，你要哪一个？看能不能做对哈。哥哥，什么什么，我高很多。哥哥，我高很多吗？比对吧？C 对吧？比我高很多，对对对，耶。好，再看一个。昨天是星期六，我。去学校，哎，还是个星期六，星期六，我没有去学校。这个 Dustin 好厉害哈、我不喜欢这个事。啊，对，姐姐的头发长，姐姐的头发苍长。长什么？哇，这个，姐姐的，是爱吗？不是，应该是了，长了，那很长了，看一下，不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，请什么什么要说话，要说话。请不要说话，嘘，不要说话，请不要说话，这个呢，今天的天气什么什么热，你看，你不热。对，天气不热，也可以，或者真热，对吧？Really, indeed, hot，都可以，或者不热，你的木头人没有意思。木头人没有意思，很可爱的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木头人很可爱的。他如果他的手被砍掉了，没有了，它可以长出来。因为它是木头，它可以你长不的。给我看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给你看一下木头人。你居然没有看过。